众朋友来到股海大丈夫，为您邀请到永诚国际投顾陈建诚分析师，陈珊老师好。大家好，富贵稳中求，财富大自由。老师，您帮大家点出来的题材，不管这个大盘在这段时间哈是怎么样的上冲下洗，但是呢，老师看的都是未来 USB4。陈盖股陈盖威风谁与争锋创维今天又创高了。另外老师还在本周讲了一个题材，电源管理 IC。除了矽力之外，今天我们的老陈盖股信诚概念股陈盖威风谁与争锋茂达冲上来。今天大盘不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可是大盘不怎么样，我们的股票非常的怎么样？强强棍。非常给力哈。对，大拇指比起来，赞赞。有赚到的在我们的 LINE 里头直接按个赞。对，我一直跟各位讲的观念哈。指数真的不是很重要。为什么呢？你看到创维，对不对？今天来到113了嘛？是的，早盘先看到113哦。好，6104的创维，老师告诉大家 ，USB4、USB4 当中，我们的信诚概念股就是6104的创维，从71.4跌停板开始。好，今天113了，对不对？是。好，但是今天113，我昨天已经跟你讲，我要怎么做了哈？对，导播帮我重播一下好了。创维6104，昨天是不是量来了？在没量的时候你去买，到量出来的时候，你任何个时间买，你都是赚。外资之前都小买，现在是不是大买了？外资大买，连带着其他分析师都看到这一档了，再带他的会员来买。投资人在股市中学到的教训，就是永远都会学会教训。明明有这边给你买的时候，你永远不买。你这边不买，这边到这边都已经涨这么多，一张都涨40000呢。都过前高了，都已经50%了。我没有理由在这边怎么样，再去追啊。那老师，人家外资现在3000多张，那你怎么没有想说3000多张买入，他给你卖掉呢？在那边大买就是要骗你进来呗。好，预告在前哦，昨天所以今天追13收多少？109哈。你如果做昨天买的，你今天13也没走。就为了这2-3千块很辛苦。为什么？因为又是回来109了。对不对？一张我们已经有40000。外资昨天怎么样？小买比起前天大买，3000张，昨天只买100多张。100多张是扛不起来的啦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去就开始一堆套牢卖压。套牢卖压。可是我这礼拜呢，我一直告诉你哈，你创维你没有跟我买在低点的话，这时候我就是要开始往上卖了。是。然后你现在才要买，一张差4-5万，你既然一张可以跟我差4-5万，你为什么不这4-5万拿来跟我重新做一档？底部起来的嘞，是，所以你看创维都让大家印证到了哈。老师是不是告诉你，在决心谷底去捡钻石？8月6号、8月7号大家恐慌的时候，老师是什么？捡钻石。那有地开买，只需买，买起来到现在，你看到了一张都超过55%的。涨幅，我这礼拜除了 USB 4，我还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，连讲什么呀？我连讲4天呢。电源管理 IC， 好，矽力力思茂达，天天讲哦，对，天天跟你追踪矽力，我投影片都没有换，对，我们就一个个带你回去看，是啊，这是昨天，对，821，对不对？有告诉你了，8月21号，我说怎么样？AIPC 供应链逆势抗跌，昨天是不是都跟你讲？昨天大盘是不是大跌？对，因为期货压低嘛。台积电今天还是很弱。对不对？今天的广达、技嘉、伟创都不好了。对，鸿海也不好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今天没有成交量了，很弱。你们都觉得很多分析师又要恐吓你说啊，量不够哈，反弹结束了，对不对？反弹结束了，那为什么我的茂达今天几乎要飙涨停呢？6138的茂达今天涨到185.5，差一点亮灯。为什么我的茂达今天飙涨停呢？从8月5号以来，你都知道，我告诉你150我去捡茂达嘛，是，对不对？没错。那老师，难道你没有买高？这档茂达难道你没有买高被套吗？有啊，我等下就老老实实跟你公布啊。但是我是不是告诉你说我这个扇子拿起来，富贵稳中求，我的出场胜率，我就是有办法。让你最后出场都是获利下车。对，所以你在我这边，你的股市在股票资产的财富曲线，你只会越来越高。对，对不对？你只会越来越高。你不会笨到在这个月月初跑去停损。砍在160以下，或者砍在170以下，都一样。大盘今天也不好啊。
外资不是不来吗？那为什么我们的股票还可以喷涨停？好，差一档涨停啊，差一咪咪啊，差一咪咪。嗯，其实这两天哦，不要说台面上一堆涨停怎么样的股票哈，我是不是讲很多次了？涨停不代表你有赚到，眼睛看到的不是真的，赚的口袋才是实实在在的。但是，这档茂达继创维之后，他是不是要跟上来了？也发威了，从150到今天已经185了，一张又是35000价差，哎，从8月6号怎么样？收复了嘛？8月6号的那个跳空缺口，对不对？5号、6号这两根，对，是不是回来了？有的，跟创维一样，对不对？是，创维是季线都站上了哈，好，那它是落后补涨，所以我就说这两天如果你不要去追创维，你做这只茂达，你不是赚20000了吗？老师，我特别插播一下。我昨天呢，我们在中视录完之后回程的路上，老师还在跟一位粉丝在通话哦，直接线上教他怎么狸猫换太子。对啊，因为他有两张华服啊，华服套，130跟150，华服不是我让他套的哈，他自己的股票哈。你看我中视的，你就知道说我这一年多来，我从来没跟你讲过华服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定是别人让你套的嘛。然后老师就教他怎么换，然后呢，老师是亲自电话教他哦，换茂达。来，我们回来看一下哈。好，我们的茂达的操作从8月6号149，好，然后呢150以下。我开始往回看哈。来。我们就直接看老师发的讯息，以及我们这8月20号。前天。高空 ING。对。电源管理 IC。季报超级比一比。犀利力士站上月线，茂达紧追在后。我想说这一档获利最好，股价却落后。好，来，还没结束哦，还没开。这个你有没有去看？这个我们昨天前天都有给大家看呐，超级比一比。好。再往前，8月19都还有。所以老师这连续剧，各位好朋友，你去我们的 YT， 你可以看每天的影片，你都会看到老师跟你分享的，我们就持续追踪，持续跟大家分享。所以各位好朋友，你都可以赚得到，这就是啊。Switch 概念股对不对？套牢救星对不对？有。好。你现在看一下，麻烦你对一下这个线型，这一档。茂达代号多少？6138。茂达代号6138。然后8月15号的股价，请你看一下。这股价多少？150。低点149.5。146.5。这就是在8月5号那天。茂达。这一天。你去看是不是146.5？都对得起来的。线型有没有一模一样？是。我骗你吗？你现在看这是现形，然后你再去看这个，对一下啊。8月15号分享会当中的图，这边高点225啊，你去对啊。分享会，你来看的。你现在看到了没有？有。先是什么？红准礼拜一是这两天的原相有327的原相是今天的茂达原相3227。哎，老师等于是一档一档开牌的眼，有没有看到？很强的。原相，我的分享会，我的分享会结束之后，我分享会里面股票都是一档档飙起来。是，你有没有看分享会？你有没有看呢？钻石股一档一档都出现了，所以老师为什么邀请你，还告诉你这个神秘题材，请你一定要来看。题材给你，个股、钻石股也都分享了。那再回来讲，茂达。刚刚各位，你有看到茂达？茂达是不是投信的动作在做什么吗？您看到了吗？好，今天的茂达6138是创高来到185.5。刚老师说也收复了，在这两天对收复了。很多人因为会外面整个恐慌气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会员手上有吗？都是公开的，所以我就赶快录了一集股神养成班茂达。在我们股神养成班的影片里面，我们股神养成班所有的班你都可以去看，对，专属会员的影片里面就是有我很认真，我针对每一只股票的未来去做产业趋势，还有合理价，我让你安心，好好给我抱着，了解他的产业。你没有钱去加码150的人，那你也给我好好给我抱着，导播帮我重播。茂达最近的股价哈，因为受到大盘的拖累，也持续在往下修正。这两天有除息的哈，如果这家公司的获利状况还不错的话，股息先领，那股价呢，有一天市场会还他一个公道。
现在170，我是觉得有点委屈啦。哈，茂达今年10，明年有机会12，你给他用最基本的20倍本益比来看的话，合理股价那也应该要在。好，所以如果行情好起来，他回到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啊。哈，还有这一档哈，今天跌400-500点，他也是很强啊。我们让大家猜猜看好不好？你猜这一档，他也是 NB 跟 PC， 他是老陈盖对不对？电源管理 IC， 老陈盖，然后也是 AIPC 相关，五月的电源管理 IC。这一档那一天爱普是跌停，对，他就没跌，没有跌停，他开高下来守在这里之后再拉上去哦。嗯，茂达做什么？BMIC 电源管理 IC 啊，你知道它笔电的营收占它多少？你知道吗？60%。嗯哼，我现在跟你移开哈、哦，现场开牌，我买150，到今天我们算165就好了。对啊，16000。来，八八节礼物，你听到了哈、哦？有。你看我这段时间，我是不是就咬住我手上的股票？电源管理 IC， 我有给你一下机器人吗 ？No。我有给你一下这个族群跳来跳去，一下机器人，一下又设备，然后因为这两天要怎么样？自动化设备展，然后一下我有没有这样子？没有，没有。嗯哼，嗯，我带我们会员操作，就好像我们在非洲里面要去狩猎的狮子一样。我看好这个族群，现在已经够便宜、够低了。嗯，我就咬住不放。是，你才能够捕获到猎物嘛。嗯。而不是什么今天这个涨停哦，来，我现在跟你讲这个涨停的，嗯，哦，过两天那个族群又涨停哦，我又来跟你讲这个涨停，没有哎、嗯，这样我们才赚得到钱啊，当然，而且可以怎么样，我可以带你经历风暴啊，对，怎么带你经历风暴？嗯，你看哦。这一张的价差可以赚3-5万，至少8月8号已经赚16000，到现在今天呢，已经一张是超过4万。来，亲爱的好朋友，35000。现在时间过了，你们都忘记这两天多恐怖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最恐慌。1000点、2000点这样跌，对不对？1800点，嗯。这档茂达8月1号除息，先换句话，你在八月二号以前拥有它的人，是，你都先赚了6块钱股息哦。有。好，8月2号在哪里？8月2号在这里。嗯。8月2号的最高是182，嗯哼。8月2号的最低是179。我就当作你在8月2号，你买在182，好，好、哦，再加6块。你在八月，就是这一波大盘大跌之前，呵呵，好、哦，嗯，没有想到突然来一个黑天鹅，对，没有想到说日本央行突然说要干嘛，升息，要升息，嗯，没有想说那些套利交易的完蛋了，赶快怎么样，嗯，把美元卖掉，把美国的股票卖掉，赶快来还日元，嗯，好，所以突然崩跌1800点，182，对，今天收盘多少？18。盘中最高是185.5，盘中最高。今天收181.5，嗯，对不对？嗯，好，今天收181.5，你再加回6块的股利，187.5，过。你有经过这个风暴吗？你告诉我啊。嗯，你就不用担心啊。你有经过这个风暴吗？更不用讲说，你在这边，我还要带你再加码一次哈。有。150，149，跌停叫你赶快砍掉去停损，我叫你干嘛？减赚时机加码，减跌停哎、欸，嗯，减赚时加码的动作做得漂亮，在当天150以下149，所以哈、哦、LINE 没加赶快加 ，LINE 里面老师也都帮你一直追踪啊、哦，看对节目真的很重要，是的。哦、嗯，老师，对不起，我想再打岔。刚刚我们在看那段回顾影片呐、啊，那个股神养生班当中 ，B 两次，消音两次，那个 B 我们可以把它挪掉吗？因为那是目标价。对，我讲茂达目标价是。那如果你要知道了，来自己来、哦、直接来看那个没有 B 的那个。我现在开始给你一个一个回顾哈、哦，这档茂达哈、哦，嗯，8月1号，嗯。8月1号我们有会员来，对不对？对，我8月1号出席。我们怎么样？你看一下哈、哦，177。先进科技班群联那时候是买520以下，对。后来470我又买一次，对。群联到574，这礼拜高点是不是来到570？对。你有没有解套？当然。你不但解套，倒赚50000，嗯，对不对？有。可是你去砍420的人，你怎么办呢？嗯哼，我让你买520，我有让你去砍420吗？没有，没有哎、欸。嗯，这就是我讲的，为什么我每次在节目我底气这么大，我敢暂时拿起来跟你讲。我们可以获利下车。我说你只有
跟我这样子每次出场都赚，你在股市的钱你只会越来越多，正成长。你怎么会这边赚这一支，然后看了我的节目去赚这一支，然后看了别人节目再去停损那一支呢？嗯，那你永远在浪费你的青春嘛，钱赚到了又吐回去，那在干嘛？嗯哼，好，茂达，我都敢公开给你看啊，8月1号，我怕你笑吗？我怕你笑啊。嗯，重点是这个价位是经过大跌之后回来，还可以倒赚50000块耶。是，啊，如实呈现8月1号来。好，同样那一天，嗯，刚讲先进科技班的群员，8月1号，的茂达，对，买多少？177，你先记起来哦。今天是已经到185了。177哈，嗯，177哈，买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讲买多少？嗯，买10%。对，好，再来，嗯。老师的乘数资金比都控管得很好。如果你照我的扣讯，我帮你控管好资金，你怎么可能到149你会没钱？嗯，有没有看到？你还有一成资金哦。到了8月6号，8月1号，第一次买到177，8月6号第二次买多少？149。嗯，你平均一下，你去平均一下，是不是在160左右？算163哈，均价对不对？嗯，163减到18，一张，嗯，20000了，嗯，对，因为如果你均价163嘛，对，那到今天183是不是20000？是，还是赚啊？没错。所以重点不在你手上股票会不会套，重点是你有没有办法安全出场、获利下车的策略嘛？这才是最重要的。还是有人明明也是买到170的茂达，就干嘛、停损在150？嗯，那你就不会做股票嘛？嗯哼，嗯，好、哦，好，这都如实呈现哦。8月6号当天，是不是就是大盘见到波段低点19662那天，老师去？还有这个哦，8月12号是刚8月6号对不对？对，8月12号168又有新会员来了，哈，哦，全力打扮新朋友，新会员，因为我看好这一支嘛，168对不对？所以来的你没有买150，嗯。因为我的目标价，我很清楚，我让你买168，你还会赚。所以8月12号新会员来空手的，我还是让他买什么？还是给他买168的，买到你还看到连环球金我都给你看了，买多少钱？470耶。对，昨天的环球金不是有493吗？有，不是一张也是20000多。20000多，那你看他这个茂达今天168的，13000，刚来的，10000多块，嗯，到今天不是赚10000多块了吗？对，跟这几天的大盘涨多了回档修正，跟昨天的200-300点有没有关系？没关系啊，富贵稳中求，我走我的路啊，稳中求，最后能够获得的终究是获利，对不对？那差别在哪？嗯，差别对一档个股的掌握度要够，跟行情有关吗？一点关系都没有啊。嗯，你再看今天我们的茂达，在8月5号6号股灾之前买进的人都怎么样？全部还是获利，都还是怎么样？获利挑卡连退休，还是这样安全获利下车啊？开心获利，是不是？是。那你猜我下车没？不用猜，想知道目标价，你直接加LINE索取刚刚那一档影片的，没有消音档。我们要进广告哈，进广告前哈，来先加LINE来索取。你LINE不加吗？赶快加起来，绿色框框扫起来。没有消音。我上次跟你讲，光创维，我就在我的LINE，我都写了2个礼拜了。对啊，这档茂达也是一样啊。你如果我现在把我的 LINE， 我这个 LINE 哈，直接公开。我直接公开哈。对，直接公开。如果你之前没加的，没关系，我在那边都有证据，对不对？对。我光搜一个茂达，上面出现这个数字是34个讯息，我现在一个一个回去给你看。光近期好不好？茂达，我们看近期。上次我们创维搜了14、15折的讯息。好，第33折，茂达，我们看到。对。再往前，好，有没有茂达？有，我也是几乎天天跟你讲啊。是的，你相信了吗？还是你还在停留在机器人概念股？茂达，我们看到有，每天每天每天有加来的朋友都可以印证。茂达有，我们看到是持续追踪，继续再来还是一样。这几号了？八月初了。对，茂达有。你刚刚看到从8月1号我们177开始买进嘛，老师是不是就一路帮你追踪茂达？那即便到了8月6号打下来低点，一样还是不离不弃继续加码。这一张是今天
所有的 IC 设计股，我在观察的所有的 IC 的各个族群的 IC 设计股都在这里面。嗯哼，我告诉你啦，我就把它这边圈起来啦。嗯，茂达今天的涨跌幅是所有 IC 设计股里面今天涨幅最高的，给茂达拍拍手。真的，晨盖微风，谁与争锋？这就是信诚概念股的威力啊！而且呢，这是一路一路让你可以做印证，赖自己加起来吧。下半段我们再跟各位讲另外一档。利用广告时间还没加赖，赶快赖。那当然啦，如果你这段时间还是完全抓不到方向的，或者是你想要狸猫换太子的，你想要请老师帮帮你亲自通话的，加赖来，老师愿意帮你抢赢财富，赶快这个班3+1.4，赶快来卡位，加赖喽。来，这样茂达哈，麻烦你看一下哈，外资一直在买。投信在做什么？外资在低档一直在砍，对不对？外资天天买，投信天天砍，所以前一段时间170洗那么久，就是干嘛？外资投信一直在砍给谁？砍给外资接了。各位，这种戏码，你有没有觉得好熟？常看到似曾相识，对不对？对。这是我高中哦同学群组，建中同学群哦，建中同学群组，我高中读建中的哈。嗯嗯嗯。我前几天呢，我就把这个现象我就贴出来，跟他们分享，跟他们分享说，茂达土洋对坐，通常投信砍出来让外资接，在低点都是有猫腻，猫腻出来没？有，今天的185就是猫腻了，猫腻出来啦，看到没有？看到了，所以老师预告在前哦，预告在前面，然后直接是跟建中的同学们直接来分享老师所观察到，这是一般人没发现。看到没？你祝我同学们很幸福。猫腻，来当我们的同学，来当我们的家族成员更幸福，好不好？直接收讯息。看到没？有。晨晨建中同学是看到哈、哦，建中同乐会，好来，为什么茂达今天涨？其实最近哦，如果你有去观察费半呢，费半辉达已经要来前坡高点了，对，超微也不错，美光离今年的高点还蛮远的，美光是记忆体哈、哦，对，可是有一个族群即将创新高的，或者差不多创新高的，那就是类比 IC 的德州仪器跟这档个股叫怎么样？亚德诺 Analog， Analog 是什么？类比 IC。那茂达就是类比 IC，台湾的类比 IC 还有谁？矽力。那我这几天不是告诉你吗？矽力立志茂达吗？对。本来今天早上看起来矽力好像很强，就茂达后来居上。这是前天老师的预告，后来居上。所以做股票，不要再去机器人了啦。现在全天下谁不知道机器人？你还在精彩吗？那精彩今天呢？人多的地方不要去，好，跟我重新怎么样？一档股票做好来，把你过去失去的财富重新找回来。3+1.4，直接来跟上，这是最快的，赶快加赖来跟上喽。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